己本身其实是一个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但是我有了我的团队的这些姑娘们之后，其实我学会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，就是为别人着想。我觉得我们有全世界最好的老板，他会关心你的生活，关心你的情感，为你的人生跟事业做规划，他甚至很热情地帮你介绍男朋友，他会敞开他家的衣橱让你去挑衣服。现在大家在市面上都谎称说我们是最牛的团队，其实没有，是因为我们是一群很真挚，然后很有活力，很真的女孩。